来喽，三爆，我不贪心，双 B 一物80、13就好。人生啊，这我连一排 B 伤都没看过。有了，有。哎，阿卡丽是用魔攻，怎么都是魔攻啦，老哥。啊，差一排，好可惜哦，差一排就顶烂。如果是7、5、13，我觉得就可以接受。7、7、7，今天怎么没有视讯？因为我怕待会我洗到80、13的时候，你们会看我笑得太开心，所以我今天就不开了。风之谷交易群，风界平台等你加入，赶紧点击影片下方的资讯链接来加入哦。点个双 B 会死是不是啊？没关系，你再继续给我搞。全部都是魔攻，看到满满的魔攻，80、13就好。75武功，现在才来。哎，这个好难洗哦。哎，这把好难洗哦，你去外面洗好了。双 B 一物，双物一 B 都可以啊。80、54、75，我的天哪！双 B 物，双物 B 三物，一个都没看过，要这么衰啊？我不觉得我这么衰，我不觉得一个人会这么倒霉。80、13。80、13，再死颗！哎，怎么全部都是魔攻？有了 ！Oh my god！ 哎，他双物 B、双 B 物、三物，连60、10都没看过，有这么可悲的事情，就发生在我的眼前。有这么可悲的事情？哦！干魔攻怪耶！啊！有了吧？哇！终于，再出核心，直接关台。不可能会有人从头倒霉到尾，好不好？不可能。结束，三物、双物 B、双 B 物都可以，几趴都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几趴都。但是如果我们再洗它的附加，然后把它变成三魔，我们就六魔，这样是不是很顶？六魔是不是顶烂？留着日死，有些练等的要三物。好啦，那不再收一个吧？负气伤人就在你旁边，不要啦。36物、80、12物、89物都可以。我这个人随便便就是双魔起跳，哎，这老哥八成是想看我跳吧？有有有，这个让我少少出，我再去买旁边那个负气的。70B 没有物攻，有了吧？欸，为什么今天这么难洗啊？不是只有今天。欸，我有一种快出80、12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，一直在我的耳边缠绕。80、12、80、12、80、12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，但我感觉，我有感觉。三种，有，最后五颗没有就算了，全部都是魔攻啊！他就只会给魔攻，他还会给什么？他根本就他妈的只会给魔攻啊！你干脆给我80、12魔好了啦！啊！
怎么转这个东西啦？我看了都不相信，怎么感觉是洗米特拉的天才？给我闭嘴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再洗一个，我跟你们讲，绝对不可能，又是魔宫，这一次是悟宫了，好不好？事不过三，我相信一个人会倒，但他不会一直这么倒霉。再出一次三魔，他几趴我就扁自己几下。我好可惜哦，我是不是没有洗过半次双 B 啊？哎呦来啊啊悟空嘞，老哥啊悟空嘞，你要给不能给一半啊，老哥，这个刚给了不就好了？八十二，有了，怎么这么低？不洗了，不洗了，不洗了。我再洗一次腹，我就是狗，还是再洗一个？我要很简单，八十十二游戏结束，给我八十十二，八十十二，八十十二，来一次，游戏结束，游戏结束。还是我问你们一件事情哦。如果我从刚刚一开始我就去买法师的米特拉来洗，我现在是不是发财了？这到底看了什么东西？你看一下，36魔、33魔、33魔，不能这样这么难洗耶、欸、这游戏不能这样子搞人耶、欸、那个要是36物我已经发财了，36物超有价值，但如果是80、12那就更好，好不好？那就更 perfect， 80、12。我很怕他又出三魔，怎么可能都是魔宫啊？他不会等一下又来一个什么80、12，然后是魔宫吧？他如果来80B12魔，我扁自己80下，他就不出啊！他出一下好像会要他老命一样。哇，没有悟空。45、40B， 有了吧？哎、欸，好可惜哦，差一排哎、欸，哇，这个有点可惜，再一排40B， 游戏结束，甩一下啦，趴数好低哦。但是这个是我们唯一洗到的一次双务 B 啦。我先澄清一下哦，我这个不叫上头，我这个叫做追逐梦想。上头跟追梦是不一样的意思，人家就是什么80B， 然后我就是一坨大便，怎么那么可悲啊？怎么可以这么可悲啊？哇，还是没有悟功哎、欸！双 B 物没洗过哎、欸，还是没洗到过双 B 物哎、欸，这么可悲啊！有啊，有啦有啦有啦，可以啦！哎呀，虽然不是十二物啊，如果是十二物就更完美了。他、啊、如果又是魔功，我就翻脸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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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爽啊，刺啊，终于被我捞到啦！我跟你们讲啊，但是以后你们再看到我要洗副武器啊，麻烦阻止我，谢谢。麻烦你们尽全力阻止我，好不好？请你们跟我讲四个英文字 ，STOP。